的嘛，而且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主 Q 的，所以这一件还是比较保守的闪现躲掉了。对，走位回身的走位扭掉了催眠气泡，星月横扫是击飞了，但是这一次被岩突突回来了，那没有闪现的 Piper 应该是要交代在这儿了。回身想换岩卷，哇，换掉了，但自己应该是走不掉的。已经没有输出空间，进攻直接被打掉。哇，而且蜥蜴还过去了，这个 Q 减速到了，一个回身大招扎，这边把打野挂死了，交闪交不出来了，自己知道交闪也很难走了，差一下往对方野区 EQ 了，往下走一周的大招来了，掉了解扣的 F6 可能就要来了，这边技能 CD 好，直接来戳，打出一个闪现。这波斯卡的并没有招闪，但是猪妹其实也在 EDG 的一个红区，这时候直接 Q 技能下来给了一口治疗，厂长应该能走一个禁锢，最后一血是由瑞兹拿下来，而且也没有出到斯卡，这边蓝量还够，艾克没有闪现，没有闪现了。你 EQ 过去千钧大招随机触发的大招做得还不错，这边千钧大招顺便保护住了皇子，一个击飞击飞了对面三个人，但大舅子的位置以及新的位置很好，但就是切进去了，无状态大招盯着大舅子在放，大舅子这边丢失视野，闪现进去的无状态被大舅子切到了，大舅子再切掉一个林伟翔。哎，这波、变相祝福变相，哇，这个分隔岛卡的有点溜啊，这个柱子让原本想开车逃脱的 icon 全都被卖了，艾莫一个人进来，在所有人中间疯狂的输出，他还没有倒下，他还能秀吗？一定是往后拉，什么？艾莫这样都没有死 ，Triple Kill， icon 守护天使站起来以后，直接被打下 ，Scott 一波团灭。